麦哥一直甲咱喷乌烟，唔是讲甲内底无同款声音，安尼就拢做唔对。立法院里头开他们的公民会议，却不让我们也是作为公民的一份子进去，他们是不是黑箱？我们要不要反黑箱？反对黑箱公民？安全团结，立法院，前进立法院。学个屁呀、啊！卑鄙下流，黑道，偷吃人家东西，贼，你是贼，你是不是学生？为什么你还跟他霸占？我砸嘴！现在黑道才霸占，不算话。黑道才霸占，民进党是贪污党，贪污党，这个立法院是他们的吗？请问警察先生回答我一句话，你们在包庇犯罪的。这些贪污党就不要讲了啦，你们在场人谁没有贪污？台湾的民主都给你们破坏了，你们这个是恬不知耻，恬不知耻，比兄弟还不如，真的无耻到极点。所以你们不配做中国人，虽然你们是中国人生出来的，生出来的孽种，中国人不要你们，数量万族，我讲句最初的台语啊，你都是中国人赶出来的，能否认吗？你都是中国人赶出来的，但是中国人不要你，无耻到极点，这个是恬不知耻。刚刚我不是等主要办公的第一份局长，